弟姐妹家族开会，就是透过这个穿堂像，到最长辈那一步去开会，这个叫穿堂像。对，第二个功能，夏天的时候这一开，通风，通风，通风。第三个，逃生，海盗，啊，逃生。所以当海盗的时候，你这一户可以跑到那一户支援。我们小时候呢，大概在十岁以前，父母亲晚上大概十点前都还在那个小兰站那个地方，还用石臼没事装着一下，敲敲敲，表示阿兰的阿兰这扛着压力，还没有睡觉。那么上面这两个孔，各位猜看这两个孔它的功能是做什么？养麻雀。哦，现在是养麻雀，没有错。以前这两个孔它叫照明孔。为什么照明孔？以前没有这个电灯，所以点油灯。那点油灯，你摆在上面，小姐会踢掉嘛？会引起火灾，所以就摆油灯在上面照明孔。对，那第也太高了吧？啊，这个就大人就直接用椅子这样摆油灯在上面了，啊，这样照明。第二个功能，放了一根竹竿，晒衣服啊？错了。好景是公妈听，清明天晒衣服，你的衣服晒得能看吗？挂这个竹竿有两个，挂吊皮花。第二个挂了一个篮子，你也在看出来农作物。好，然后请到里面，所以你们看你们看后面那两根石柱，那个都200多年了，这一管还算新的，那200多年。好，所以对我们这里有很多东西，各位你可以照相，但是请拜托不要用手机触摸，好吗？好，然后请到里面来。